姐妈妈，吃饭，扣肉灯。不要说话，知道不？扣肉，老铁们，红薯，扣肉红薯。笋子炒鸡蛋，煎蛋，鸡蛋饼，新鲜竹笋，菜苔。哎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乖乖的站在后面啊、嗯！不要说，老弟们，吃晚饭了啊！每次拍视频都不自觉，是不是？在后面喳喳喳喳的说，是不是？那躲在后面，躲在不要出来。完了，今天好像给他给员工弄得不高兴了。我会不高兴吗？等下拍完视频我就挨揍啊。这个你们跟我说的竹笋煎蛋好吃，我女儿也特别喜欢吃，你吃快点。我哥这边饭好烫。疯子，今天是谁下来说？实话说，有没？你那是谁做的吗？你说吗？实话实说。难道是你做的吗？你有这个属性吗？今天这个又是吃不完的。不是，今天这饭太烫了。妈咪，今天那个，今天那个火腿丸那个希望啊。好。我没有希望，我是一次希望一次喜孩子啊。好。我这吃完了，没有了。快点吃完了。不是今天这饭太烫了，老弟们。你每次站前面不是这波又是哪个？他没吃完。完蛋了，你把红薯吃了，红薯好吃。下次拍视频不能叭叭叭的说啊，说了就吃不完了。嗯，主要今天这饭太烫了。你给他们红薯，给他们看一下，红薯好吃。红薯，我估计我今天下拍完视频，嘴巴里面都要死泡。我打了一个，我嘴巴就打起泡。吃完了，老姐帮幺妹捡个。
吃早饭。腊肉炒蒜苗干辣椒，黄豆，还有这个生姜辣椒。快吃啊，这个好吃，腊肉肥瘦相间。我帮你吃啊。这蒜苗炒了有一点久了，这黄豆好下饭。你们老是有些人说不想看我，我看大部分喜欢看他，所以说他就说了，喜欢看我的人多一点，我喜欢站前面。他说你老是帮我挡住了，是吧？你别这样说。我好像感觉肉骨有点弯弯前面。不是你说的吗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一大堆的人来黑我。啊，我们腌，我自己腌的皮蛋，蛋清吃了，这是皮蛋啊。来，三妹。你看，这么冷也不姜滑。这黄豆好吃。我嘴太笨了。黄豆笨饭，越吃越干。什么？黄豆笨饭，越吃越乱。老铁们啊，今天吃了碗吗？我帮你吃啊。不是，这饭每次都搞这么烫，我嘴巴泡的还没消，又这么烫。这饭还怎么吃？还躲在后面笑。别人都说我怕你，我敢笑吗？还笑？那躲在后面笑？严肃点。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吃完了。哎呀。